第二集，最强氪金升级系统开启。柳烨。就在此时，十三姨太再次开口，她身边一清秀婢女躬身道：“小姐，她伤势不轻，给她服用一粒下伤丹吧。”十三姨太这句话顿时将周围所有人都给惊住了，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富伤丹，那可是丹药啊！啊，每一粒丹药都是极为珍贵的。就在这九曲城内，一粒富伤丹价值至少百两银子，就这么给一个奴才用了吗？所有人都惊了，然后愕然，难不成这夏缺和这十三姨太有什么关系不成？一个个都发懵，彻底搞不懂了。是，他们发懵了，但柳烨似乎并不在意。他应了一声，从袖口取出一个瓷瓶，拔出了瓶塞之后，倒出了一粒拇指大小的丹药。那丹药通体碧绿，刚倒出瓶子，就弥漫出一阵幽幽药香。靠近的几个下家奴仆都忍不住深吸了几口气，那幽香入鼻，顿时感觉精神大振。呀，这就是丹药吗？好香啊！然后一个个嫉妒的几乎心都快滴血了，这丹药他们是见都没见过，光是闻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东西，如今居然要便宜一个向来没什么存在感的低级奴仆。嗨，柳烨没理会这些人嫉妒的都快发红的眼睛，走到几乎重伤垂死的夏缺身前，伸手捏开了他的嘴巴，将丹药放了进去。这富伤丹遇金则化，顿时化作一口香浓液体，这夏缺几乎是下意识的就吞咽了下去。丹药下腹不过数息之后，他就能感觉到腹中出现了一股暖流，而身上的伤口呢，居然都奇迹般的浮现出一丝清凉，这让他的精神是顿时一振呐。重伤濒死的他居然睁开了眼睛，十三姨太却已经不再多管，带着那些婢女往更深处去了。夏缺则是看着他的背影，心头暗暗的想着：这个恩我记下了。他虽然身受重伤吧，看上去也快要死了，但脑子里可是清楚的很，知道自己啊是被这个绝美的女人给救了。那一直到十三姨太的背影彻底消失，夏翔的表情才彻底的阴郁了下来。他扭头看向了旁边还被架着的夏缺，牙关紧咬的低声冷道：小杂种，算你命大，但这件事儿不算完，老夫总有一天会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显然呢，他已经彻底记恨上夏缺了。夏缺听到这话扭头看向他，这段时间是他一辈子最为苦的一段时间了，可不管再如何的装孙子，还是不停的有人找他的麻烦。现在啊，他不打算再装了，怕个球啊啊！要死卵朝天，大不了一死啊，搞不好死了反而还回去了呢。想到这里，他也冷笑了一声，昂了一下头，哼，老杂种，你有种，现在就弄死老脏。夏翔表情再度一僵，然后他的嘴里就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咬牙声，哼，没胆子就少跟我吹牛，去你的！夏缺又骂了一句，然后他也不再看着老混蛋已经黑成锅底的脸色，一挣扎甩开了旁边两个目瞪口呆的家奴，转身施施然就这么走。而他身后的夏翔呢，气得浑身都是微微发抖起来，他在夏家这么久，还从来没有哪个下人敢如此跟他说话。走出院子，夏缺脸上的狠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迷茫。他至今还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明明好端端的在家玩着手机游戏呢，怎么一眨眼就换了一个世界呢？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将近三个月了，可以想象一个现代的大学狗突然穿越到类似古代封建时期的大家族里当家奴，这是让人何等崩溃的一件事啊！尤其是刚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眼睁睁地看到一个家奴啊被活生生的给打死了，这当众杀人呢，这哪里是他这个生在新华夏长在红旗下的少年曾经遭遇过的事儿？没当场吓尿就已经算他心理素质很不错了，慌乱无措恐慌就如潮水一般涌上了他的心头，这致使他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哪怕再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他都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做，这些活他哪里做过呀？只是他却没有想到，他不愿意找事儿，却是总有人要找他的事儿。比如说啊，今天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啊，那个名叫夏良的杂碎，到底是如何得罪夏良的呢？那仔细想想，应该就是在两个月前，夏良叫他替他倒夜香，被他拒绝了之后，就被他针对了。啊，什么叫倒夜香呢？就是倒别人拉的屎尿。哎，这种活呀，夏缺当然是能躲则躲，却是没想到，因此就得罪了那夏良。接下来的时间里，那夏良便是明里暗里的给他下绊子，到今天终于差点置他于死地。夏缺心里是越想越怒，越想越怒，他终于忍不住冲天狂吼：贼老天，你把老子丢过来就是为了玩老子的吗？天空一片静谧，嗨，当然没人会理会他了。他狂吼了一阵，最终是失魂落魄往自己所居住的小屋子里走去。家奴一般都居住在第二和第三进的院子里，夏家家大业大，家奴的居住环境老实讲啊算是不错的啊，每个家奴呢都能有一个单独的小房间啊，九进的院子，夏家那些嫡系啊旁系啊什么的都住在后三进的院子，中三进呢是给宾客预备的客房，剩下的空房大把就是给家奴院工们住的。而当失魂落魄的夏缺回到自己的房间，一推门就愣了，只见那屋子正中央的桌子上，自己早上特意留下准备当午餐的早饭被一只老鼠给吃了。吃了还不算，这老鼠显然还是吃多了，而今呢正翻着个滚圆的肚子舒舒服服的躺在被他打翻的饭碗旁边睡觉呢。
这一下让夏雀原本压下去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人欺负我啊，你这耗子居然也敢欺负我，我去你的。愤怒的眼珠子都红了，发疯的扯起旁边的板凳直接就冲了过去，猛抡圆了板凳就朝着那睡得正香的老鼠拍去，仿佛啊这拍的不是老鼠，而是夏翔那个老杂碎。砰一声巨响，这一下力道用了十成十，桌子都被砸得跳了起来。啪一声脆响，老鼠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就直接被砸爆了，鲜血肉泥四溅。这夏雀愤怒的直喘气，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畅快，紧接着一个声音让他直接呆愣在了原地。杀死普通老鼠一只，经验值加一，一杠一百。清脆悦耳，曾经非常熟悉的电子合成音在他脑中响起。宿主完成首杀，最强氪金升级系统正式开启。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